据乌通社消息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表示，欧盟和俄罗斯已达成一致，同意本月同乌克兰举行三方天然气谈判，讨论签署俄乌欧三方新供气合同。目前正等待相关方面确定最后日期。现行的俄罗斯过境乌克兰对欧输气合同有效期至今年年底。俄罗斯、乌克兰、欧盟此前于1月在布鲁塞尔就天然气过境运输问题举行了三方会谈，但是没有能够达成一致。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过去多年来屡次爆发天然气争端，俄罗斯方面一直试图寻求对欧输气渠道多样化。